我们同居吧。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跟你共同生活。24个小时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24个小时？为什么？你现在是蓝海和庄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必须24小时有人在你身边，保护和确认你的人身安全。并且，下周蓝海要召开股东大会，你还要补充一些行业知识，以免在那么多人的眼睛下，再犯下一些不小心的错误。我那次就是一次不小心，怎么记那么久啊？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啊？怎么不可以？就只有一张床？你可以睡沙发、浴缸、更衣室或者地毯。你让我睡地毯？不然你想和我一起睡？谁要和你一起睡了？怎么不可以？反正我们订婚了。谁说的？我们又没有举行订婚典礼。所以你是在提醒我应该向庄家要求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？我才没有呢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打扰你们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当我不存在。你们继续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帮老大搬家。搬家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可是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大小姐，对我们老大狠一点。啊？他从来都不会叫。老大再见，老大晚安。对，哎，蓝海一星所有的经营事务你也都要记清楚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。下周的股东大会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差错。哦，另外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去生活，不用管我。你就在这睡啊？我不是其他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本来睡眠就很少，不用管我，快去睡吧。Thank you.
所以你是在提醒我，应该向庄家要求，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？从未感到孤单，因有你的陪伴，从未矢口否认，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。命运兜兜转转，化作无限期盼，我想你会喜欢，在阳光下铺满花瓣。我就这样的被你起床。才六点半啊。燕星城，燕星城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啊！是，燕星城，以后我睡着的时候。不要靠近我。